回味八年，詹永仁搭郑捷两岸女双组闯进澳网决赛。哇！哦，这个球值得来挑战啊！这球是被喊出界的，来看看。我刚的球应该是有点出界啊。对。对，没有错。等一下。一点。比赛结束了。哇，刚好压到角落，结果郑捷跟永仁最后一个再见的挑战。就是这么神奇的制胜球，台湾女将詹永仁与中国郑捷的海峡两岸女双组合，在澳网女双四强赛。吉洛尔击退科莱雀科与斯翠可娃的荷兰捷克联军组合晋级澳网女双决赛，这也是詹永仁在2007年与另外一名台湾女网好手庄嘉荣搭配女双连续杀进澳网与美网女双决赛后，回味八年再度打进大满贯女双决赛。我觉得心情当然是很激动很开心的，因为其实在应该说是对，没有错，是八年前进第一次进决赛，那是我第一次挑战大满贯的双打，然后就进了决赛。然后在这中间，其实也好几年经历过伤病。那我觉得今年能够再一次进到决赛，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其实那一个挑战，就是郑捷打完那一颗球，其实一开始看球的幅度感觉是出界的，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逆风，球有掉下来一些。其实那分输了之后就是 deuce 嘛，那其实我们可能也想要缓一缓，然后又觉得球好像有进，反正不妨也挑战一下。那在提出挑战的时候，球在飞在影片上飞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慢，很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进。然后最后落地，然后镜头 zoom in 的时候，确定有进的时候，当下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表情，然后郑捷已经尖叫了，然后我就直接看着他，我们两个就一起尖叫，就很高兴我们进决赛了。詹永仁与郑捷的永捷配，明天决赛将面对非种子组合马特科桑德斯与萨法洛娃的美国捷克组合。2007年那两次都只拿亚军的詹永仁，要争取他个人生涯大满贯的首冠。东新闻综合报道。